百外。对啊，电视关了免看尔。啊，叫扫去。啊，叫扫去。你两早也不会是电视。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不能买点少啊。对哦，是啊，我买这个价钱，就是你起的价钱，一平三十五万的啊。哎，那我都买着，搁驾驾车。哦，你看我那拢在生，在烧的钱。哎，就这种青菜我也蛮看钱。哎，厝买足济。哎，我拢无咧买啊。不好意思，讲真的，青菜我也蛮看钱。过年才买买几百二两呢？几百斤大二两呢？过年才买。你嘛，换过来这边拣嘛。过年才买。阿姨，原来买几百二两，迄嘛地主。迄嘛地主。地主因老爸死几年两三年来搞袂掉，对哦，迄毛常常我卖啊，毛常我卖几百嘞。哦，那去拄着迄啊，那有钱人钱啊拄着。去买爱钱啊。嘿啊。啊，是几包伊。嘿啊嘿啊。是电视，迄在二楼啊。哦。啊，伊办啊租房啊，买房租房啊，买起买到怎啊？点嘛才贵啊？伫厝诶，过年过才伫厝诶啊。啊，两年前买一间诶啦，有我认真诶，包伊搁有两年只诶。包伊搁。我车位四百块一箱诶，对啊。啊，超！啊，超！就买两百二啊，两百二，对啊，买买贵两百二。哎，你阿妹。啊，老妈。